我是哪里来的呀？这个茶壶里来的。真的假的？我年纪小，别骗我。你看这个是普洱茶，现在我们把这柄普洱茶折下来一小段，味道真好闻，放进茶壶里，然后我们把松鼠种子也放进茶壶里，盖上盖子，只需稍等片刻，收拾一下桌面。动了，弟弟，茶壶它动了。打开盖子之后，普洱小松鼠就诞生了。追到我请你吃坚果哟。